关智斌呢日出席电影《任性的你》开镜仪式，一边拍戏一边准备演唱会，前排仲因为操练过度而入医院添啊！会唔会怕兼顾唔到两边啊？虽然我觉得两件事都是我人生入边最重要的事，即系呢部我人生我觉得自己一个好中意嘅电影，同埋我嘅人生第一个红馆演唱会，都系呢两个月发生。我自然觉得系 dream come true 咁样样，但系不过我亦都冇好紧张，不过我有好兴奋嘅感觉。演唱会多得同公司的歌手撑场，可以继续进行。呢日仲宣布可以加开多一场添啊！我无言感激啊！即系我唔知要讲咩好，因为当我哋知道一发生呢件事嘅时候，佢哋系第一时间就企出嚟肯去力撑我，我好感动。咁到时会唔会请阿 Ken 和 Steven 嚟睇？呢个我谂要我嘅大门，当然。隨時為他打開，但不過，他自己的時間分配，要等他自己安排。